我儿媳，格特斯，我们需要她的形象用于水疗护理、美容服务、狗狗游泳池边的休息室。你超有眼光，要知道这正是可洛伊的专长。<笑>他太棒了，什么时候能上班呢？好吧，您今天可真是走运呢，因为我们明天都可以来上班。 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吧。好啊，谢谢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到这边填写表格吧。我们马上就回来。